谢谢康，谢谢康，我的频道，我是高潮，我是高潮，公道老师 ，so 我用网站教初学者和公道爱好者，怎么拉弓，怎么做姿势，我很强，公道文献学习和教 ，so 你今天我瘦了。我说了怎么做脚的姿势。穿人的是双手伸直。今天我教还好，我教还好脚的姿势。这样的是双手伸直，全部的肌肉，用全部的肌肉，是这样。So, 今天，请记得差三点，第一。脚尖和标靶点线尖锐。第二，两脚的距离90度。两腿长，90度。第三，两脚的距离点尽量拉开。这样的是双手。伸直，下着目标，站队和标靶连线站立，两脚的距离，两脚的尖度，90度，角度，90度，两脚的距离，尽量拉开，我说一下。第一，左手，左脚尖，我知道，叫右脚尖和左脚尖和。中西的目标，连线站立，这样做，肩膀的位置，前置，肩膀的位置，长，支点。脊上，长脊上，尾气长脊上，脊线，这样做，肩膀的尾气，长，脊线，很容易左右，紧张开，下种目标吧，你可以下种目标吧。第二，两腿长90度，这样做很容易过伤，两腿长90度。很容易拉开，最容易做，伸直的姿势，请试一下，九十度的话，就最容易伸直。六十度，
六十度的话，六十度的话就不太容易升级，不太容易升级这样子，因为简本内容，简本内容完全，简本内容完全，所以不太容易升级。两件，尽量。第三，两脚的距离，尽量拉开，这样做。拉开腰的向下，腰的位置向下，姿势很好。腰的位置向下，姿势很好。好，有点，好点吐。你可以。你的大腿内侧的肌肉拉开，所以你的肩和背部的肌肉也会拉开，所以两臂容易拉开。你可以下这种目标。记得，嘴巴张开，我的衣服穿上。惊讶。学习三点，第一，脚尖和标靶。连线建立，第二，两腿长90度，第三，两脚的距离尽量拉开，请拉弓，你可以下种目标。如果有地方没听懂。请看下面，请关注我的频道，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